黑金书跟你说，我觉得超好用，而且这一支呢是老板娘之前知道我偏头痛很严重，拿给我。它里面有一个孔洞，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孔洞，这不是坏掉哦。你收到不要跟我们说，哎、欸，这一颗少一个，没有，它就是因为它要让它有那个循环的那个空气。对，你去给人家洗头，然后像这种梳子，它帮你，它会这样拍，你知道吗？对，那其实你在家里，你就是先这样拍，然后拍，你一定要刺激你的头皮，借由这个24K 去传导，让你的头皮整个就是放松，然后你真的可以把那个负离子整个就是不好的东西都可以把它排出来。其实它就这样子轻轻敲啊，它就可以让我的这边的闷热感，就是因为刚刚那个空气的导热，对，因为这个镀金的24K 金可以让它的导热很快。对，而且我觉得这一根我真的觉得再怎么讲都没有你实际用到会有更有感，是因为梳子一定是要先自己用。对，因为我自己用完了之后，我会发现，天哪，我头皮真的松开。因为你敲完了之后，你再整个你这样子，你直接整个梳，你从这边慢慢梳，你整颗头梳完，你真的不用去给人家推头了，就是。它就是天哪，你好松哦，而且你就会瞬间觉得很想睡觉，它又超级蓬松。然后我是真的是觉得，就是如果你长期有睡眠问题的人，你也需要买，就是它会帮助你头皮放松，因为有时候就是你头太紧了，所以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放松，你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我跟大家说，如果你们呢今天前面看了我们的洗发产品啊，你就先买这一个，然后你买回去之后洗头之前先梳头，就是把你那些脏污啊什么什么都先就是弄掉。我想梳完头之后再用我们刚刚推荐给你们的那些发品，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掉发的状况会少非常的多。看君妮说梳完头发很柔顺亮。